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出的一个新活动，是所有的人的心愿。那么，他要完成五个任务。那么，他现在给了我两个任务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这个任务是要消灭10只精英怪物。这个任务是连续击杀300次。但问题就是，不管是哪个任务也好吧，这个心愿的数量实在有点吝啬，我们还是试一下。那么完成了一个任务之后，它会多出另外一个任务的出来。好了，我刚刚完成了那个任务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么做完之后，它会重置新的任务，那么会有另外的任务出现。刚刚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来看一下。那么，我最后再总结一下，这个任务一共有5次要完成的任务，然后你每一次一批，就2个任务完成之后，会刷新2个任务，然后你每天要完成5个任务，才能完成所有的任务。但每个任务的话，你一下线就会被重置，所以一定要小心，特别是勇士部落那个任务，他要打精英怪，如果你一下线就要重新打过。那么这个视频先看到这里，然后谢谢大家观看。